欢迎收看《闹着玩》闹U啊！今天做什么呢？首先呢，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住宿券要送给大家喽！好不好？留言准备留起来，看两位哇，好有热情哦！创世纪，价值16000块钱的房间到底长怎样？来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开箱房间。最喜欢住饭店的，真的。哇，这个景观，哇塞，哇塞，双琉璃台，我真的要双琉璃台，不要跟我抢，每次女生一起住都有那种你抢我琉璃台，我抢你琉璃台的感觉。这是什么？就是电视台后台化妆间才会有。Oh my god！好棒！有没有就是拿红酒可以欣赏高雄市区夜景？这太强了，然后外面就是中央公园，高雄的中央公园。太美了！我很爱泡澡人，然后台北的家都很小，没办法有这种。对，而且我自己远，以我的身高，你看整个人可以，原是一个这么样可爱的形状。很赞哎！我想笑。哇塞！我们加入女主持人就是减轻你工作量，后面已经把房间介绍完了。太棒了，我只剩下喝酒的部分。太好了，怎么那么好？是不是？我们的胜利军怎么那么棒？而且画面又好看，你看哇，配着这个旋律，好看，好看，好看，哇，好棒呀！而且我觉得他们超贴心的，因为通常饭店啊，它的厕所里有这种东西，只会有一个。对。他就附两个，然后这边居然有一个化妆台，化妆的，对啊，我自己家里都有一个衣，就是专门给你化妆的，对啊，而且跟你讲，吹风机就是要放在这种位置，对呀，而且可以坐着吹头发，太舒服了，因为在饭店你就是会那种要按着的那种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工作人员没有薪水，我们每次出差最期待就是住这种饭店，真的。这间是我梦想中的房间。怎样？为什么？我希望，如果说只能住在那个都市里头的话，我希望我家的窗户每一面都是落地窗。就是这一间了。对。哦，这每一面都落地窗。So don't be acting like a fool. 啊！我想住这间了。哎，天哪！你起来，我向镜头问话。我们住这间。好，我们跟他换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打在我这里，不好意思。你住这间要干嘛？对啊，你住这间要干嘛？干嘛？在说什么？你又不懂得欣赏，我也没有零薪水，这也是，而且，这个 tip 付出最多的就是他，因为所有的摄影器材都是他自备。可是问题是，我觉得他根本不懂得欣赏这个。怎么不懂得欣赏？你在这里你要干嘛？我已经想好我今晚整个计划了。我会去泡。我这边被一些稀烂的人家。身高刚刚好，你这样好哎。这个凳子在这，就是拿来给你躺在这里当废物看书用的哎。它就是这样，好好哦，这样。然后看到窗外的美景，这边这样，好好好熟悉哦。哎，而且你们有看到它的零食柜吗？哇！咸的都有，巧克力，而且是精选哦，真的是精选，真的精选，赞哦！有没有开心？今天一整天的劳累都突然消失了，蒸发。工作这么辛苦，就是为了开房间的这一刻，好爽，好爽！眼神已经
往生，好不好？你怎么会八点没有放饭呢？我们大概在两个礼拜前在 FB 公布，有喜欢我们去拍摄的店家，麻烦你自投罗网，投下你的名片。然后我们现在把它抽出来。可是呢，我们现在看一下到底有哪些店家。好好好，哇，有哦，好期待啊！雅思买单吧，很深呢。哇，这么多哎！煎饺专门，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，煎饺可以。哎，烧肉，烧肉喝，烧肉喝，烧肉喝。啊，这是什么？鬼龙腰片，鸡排。这个很适合我哎，这是肉肉先生。啊，肉肉先生，在林雅，林雅就在这里耶，就这里，就在这里。那我这个是在盐城区，哦，还可以。哎，但是很有诚意哦，他有留言哦。哎呦，闹着玩，你们好。如果你们是在八点以前到的话，可以来找我们玩哦。如果不是的话，那就期待你们在节目分享其他的店家喽。高雄今晚我想来一点，来点什么呢？好说好说。哎，这是三回。跟着师傅这么久，从没让他失望过。各位观众，喝肉肉，我也可以吃了。我们现在抵达肉肉先生。哎，刚才那边来的是这样，有没有？他应该要知道啊，他当然不知道，但是他自己有来投名片啊，他应该会期待，他会期待才对啊。对，咱这边应该就欢喜，就欢喜一点，就欢喜。你知道他反应是什么？他会有那种中乐透感觉。哎，可以可以玩呢，哇！哎呦，哇！好适合你，好适合你。学长，学长，学长。好，来来，适合你。好，来，我要对准店员哦。好爱吃肉，好。哎，没有店员，在那边。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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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好。我们对，我们是 YouTuber， 我们是闹着玩啊。对，我们操控你们店的。哦，你们有来投名片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有有有有。啊，有有。你们是谁来投的？啊，我们经理帅哥。啊，真的？经理在？经理在吗？对对对。那位是经理吗？对，没错。所以我是被抽到了，没有是，对，没有接到，旁边的朋友，没有跳过，没有谁，这些都是你叫来的，路过的，他们路过了，自己走进来的，自己走，太酷了，太酷了，真的客人，然后是真的，真正的客人。现在经理邀请我们到二楼，二楼突然安静了很多，哎，该不会是为了我们保留啊？经理的心中永远替我们留了一个位置。哎呦喂呀！哦，在二楼有位置。哎呀！好惨啊！哇，厉害了！他刚刚还问我几题，根本不需要问嘛。而且我们刚刚还在试一下在那边聊，想说他想要第一间就可以抽到，可以疯狂吃肉，你知道吗？因为饿了一整天。对，我们今天一定要肉肉先生肉。我觉得我们今天来到这个玩越来越强运了，想什么来什么。我们其实是刚刚不知道的情况下面抽到的，我只是觉得它肉很多，专卖牛排想吃。然后刚刚随便 Google 一下，每一个部落客几乎都是给它很大的正评，这个4.4981个 review， 4.4个评，很高哎，很高哎。而且对我个人最爱美国牛，然后它里面很多顶级牛排都是。美国认证的这个安格斯，一点礼貌都没有。经理，请问怎么称呼你？我叫安格斯。安格斯，哇，好吃！你们今天真的是太临时来了，我不然我下午就去做两组胸。我是抱着非常想要被抽到的心态，然后去呛死一下，就哎。刘一克在这兒，然后后面就是他的油眼，因为他有一个眼睛，那个油花长得像眼睛，所以才叫做 River Eye。对，然后他是从肋骨切下来的，所以肋骨里面的眼睛就叫肋眼。哦，对。我以为你只是长得帅，没想到你对牛排很懂。对，营运经理耶，真的，他连名字都叫安格斯了。那你用一个很有魅力的来说，来吃我们的牛排。来吃肉。为什么我讲话的时候？
这算命，这算命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叔叔，我们叔叔拍个成品啊，没有拍成品啊，在成品啊，有吗？这个算命厚度不行啊，一个少一个，哇，而且他算命给的好豪迈哦，最怕那种算命给那么一小坨，你知道他们算命是一大坨的，好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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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家的蒜片真的非常认真的制作。因为我们切完之后还要煮完才要去炸，才能炸出这酥脆金黄的蒜片，用心的品尝。Oh my god! Oh my god! 哦，这个大，它大多了。哇！你看它的底汤汁，它底汤汁，底汤汁。阅兵典礼，哇塞！这个，求一下，这是什么概念？什么概念？香菱有30公分，对不对？但是我有100公分，好想吃哦。这杯叫喜欢你，如果你有敢想说不敢说，你就可以跟他说，我有点喜欢你。到这一家，真的肉肉先生，敬你的好手气啊！啊，我们不是自助，我们是真的抽到的，是真的。只要有投名片的，都有机会被我们抽到。我这计划太屌了。他说你这个要小心的。小心什么？什么？很好吃。想喝汤。哎呦！哇哇哇哇哇！哇，大口吃肉，好开心哦！哇，太开心了！超级 juicy， 好香哦！这肉太厚了，这肉太厚。这肉质很软呢。松露的味道，它是松露和牛，松露和牛，哇塞，太高档了。所以这个和牛汉堡是每次来都可以点得到吗？没有，它期间限定，我昨天才做出来而已。这是我们的下礼拜才出的新品。哎，你这样，我有点喜欢。不要爱我，因为我很坏。哎，厉害厉害，那你心态是研发的很好哎。很好，这个汉堡真的很好哎！我跟你讲，我的手劲特别好。哇塞！你知道什么？美工吃过汉堡。讲你的味道。哦。它这个鸡腿的味道好香哦。对。太好了。不能叫喜欢你，这个要叫太喜欢，我有点太喜欢你。鸡皮那个香气，那个鸡油香，好香哦！连冷掉都好香哦，连冷掉都好香。因为我刚还没有抽纸，闻到那个味道，我就吓到了。哇，好香！哇，那个鸡油香好赞哦！哎，这个，这应该是我吃过众牛排店卖的这种烤鸡腿排，称得上是前三名。嗯，哦，那个真的。你要知道，现在吃的是冷，拍完成品之后的温度。哇，你知道它多少钱吗？多少钱？脆皮鸡腿排加厚切猪排，308块。啊，这么便宜？对，真的假的？真的真的。现在把那个也给切下去，上盖的。我已经吃下去。哦。我必须说，怎么可以在一个这么亲民的地方吃到这样子等级的上盖？上盖肉这样，它是老饕肉，没错，它是老饕肉哎，真的，而且这么平民这样，猜价，猜价钱，猜价，180，不用，我热脸哎，你我觉得那个308的话，这个大概是680，580，588，哇，588，588，恭喜你答对了，那你不能吃了，那讲什么？配蒜片，他们家蒜片。你看，知道女儿客，他女儿客就是有嚼劲的，对，都知道两块肉很明显的不一样，所以我们会推荐客人可以点肉眼，所以他可以吃到上盖跟下盖，所以他一块肉虽然他588啦，但是他一块肉会有两个部位，所以他其实是很 CP 值很高的肉。我想要吃肉，啊，受不了了，对，我真的想吃，等很久了，好嫩哦，这个本来就不错哦，而且它的酱，它的酱也好好吃哦，烟熏的味道。
Vado fuori questo caos, mi mette in paranoia, stampo e faccio un get out. Se corri come me, o corri come me, magari io te lo sai。哎，想不到高雄也有，你看看，啊，对，夜景漂亮呢。对，感觉怎么样？你常在以前在国外生活的，真的是有很有国外的感觉，而且没想到高雄的夜晚这么的凉爽。哦，这是重点，坐得住，对不对？很舒服。我刚刚上来的时候，第一眼是看到那个后面那个头，我觉得好像在游轮上。哦，有飞雪，有游轮。你就差一个游泳池了，很 care 游泳池。好，再 Q 你啊，再 Q 你，差一个游泳池哈。游泳池吗？游泳池，然后少一个游泳池。我们把它记录下来。好，他说这一块明天动工挖游泳池这一块。好，你可以再想象一下，你可以想象一下后面这个大荧幕。如果24小时不停播放闹着玩的话，我觉得这更好。哎，还是要谢谢 Mandy， 谢谢，提供我们住宿券，有没有？哇哦！感谢。其实我们今天一直早上在屏东拍一集了，然后我们回到高雄，肚子饿，刚好符合这个宵夜主题。然后谢谢一些店家真的在这边投递他们的名片。这集最后我们还是要一一唱名一下，感谢这些所有来投名片的店家。虽然没有抽到你，但是我们其实还是很感谢你们。角世界。它是尖角专门店哦，一直在哪边？直接讲，一直在高雄市盐城区赖南街137-11号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来，还有这个肯德福香鸡排鸡腿排，它在古山区古山一路34号-3，谢谢你们。任性加点心，盐城区赖南街137-11号。下一个是老爷烧肉，老爷烧肉它在高雄市新兴区7贤2路18号。好，谢谢以上的店家哈。哎，那个阿贝还好吗？谢谢你们，谢谢，还走到镜头，谢谢空中酒吧，谢谢你，我跟你们喝一杯，谢谢。就刚刚的那个肉先生，肉先生，他不是放名片了，他这一次是放折价券了。折价券，哇，折价券，很厚，这个我刚算了一下，有10张哦，所以这就是1000块。节目的一开始，我说要送我们这个英迪格的饭店，节目的最后我们送肉先生的2000块折价券，2份，对，各一份嘛，各一份嘛。那这一份呢，我们就抽出来送给我们线上所有留言的网友，谢谢你们的收看。那么这一份呢？我们也是要抽出来，但是我们只允许我们抽到会员，我要保留给你们会员。我电脑系统一抽，不是会员，重抽，再抽不是会员，重抽，抽到第一个会员，我们就送给他。哦，要照顾我们的会员朋友。啊，记得吗？加入会员多少钱？75元。好，75元。我拉十二个价钱。最后我们还有一个大礼要送给大家。来，漂亮一点。1、2、3，好来。I heard about you long before we met. You're winsome and you're young. At least that's what they said. Underneath. 也太少了吧，那一整个。看你大口吃，超级疗愈哎。拉的时候。